哎，老杜啊，谁的电话？重庆。怎么说的？这次我们打死共识一，总该给点赏钱吧？哎，老杜，我约了一群记者，怎么样？一会儿露个脸。算了，你安排吧，我就要回重庆了。哎呀，我看你不太高兴，是不是不愿意离开北平啊？给我订两张机票，我和刘亚芳。哦，啊，老林带不带走？留在北平吧。一山不容二虎，我不要。老林，啊，你躲这儿干嘛？这两个人死在一起很难得呀。你把徐德庸也拉回来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。你真的要给他？给他，反正。徐德庸这么一死，这个东西也就没什么用了。那以后我们怎么办？怎么，你怕他不听使唤？那当然了，他现在这么听话，就是因为他有小辫子在咱们手上。哼，他要是当了帮主，他就会明白，有没有小辫子在我们手里，他都得听我的，要不然徐德庸就是他的下场。你说这戴老板余威还真不小啊，这人死了还不放过徐德庸？什么余威的，就是他的嫡系想要徐德庸的命。怎么了？我就突然想到，戴笠已经死了，怎么还有人想要徐德庸的命啊？你说这孩子也真够可怜的，早早的就没了爹妈，这以后可怎么过呀？是啊，柯虎也是孤儿啊。柯虎那小子皮糙肉厚的怎么能比？再说了，没保护好徐德庸，柯虎心里也不好受。哎。什么？你们要放徐根生？不行，林家山，徐德庸已经死了，曹邦现在是群龙无首，你要是把他扣着，将来闹出什么事情来，谁负责？他嫌疑很大，必须得留下来接受调查。老杜，你说个话。林家山，给你官复原职是为了让你保护徐德庸，现在徐德庸已经死了，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怎么，你还想停我的职？你还没这资格。我是北平站站长，只是代理。哎，你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再吵了。老林虽然没有保住徐德庸，但是他铲除了公十一，这也是大功一件呢。哼，我怎么听说这事儿是八路干的？我建议还是放了徐根生，我们没有理由扣人家。还有，徐德庸的尸首，这一死一活扣在我们军统，算哪门子事儿啊？是，这点我同意，必须要给曹邦一个交代嘛。看来你们是不想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了。你以为我们都是外行吗？
我们都是从基层干出来的。你就是放了徐根生，他也跑不了，你还可以继续调查吗？是啊，老林，曹帮也需要有人主持。要放你们放。哎，到。把徐根生放了。是。暖暖，厨房刚熬的，你喝点吧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彭克虎。不可能，彭克虎已经死了。我。彭克虎说过要替我爸爸挡子弹，我爸爸现在已经死了，所以彭克虎他一定也死了。干什么呀？暖暖，尊家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别叫这么亲人。曹帮不可一日无主，我和老杨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扶你上位。是什么？打算让你当曹帮老大。怎么，乐坏了吧？不，我不行啊。你有什么不行的啊？你是他的大弟子，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而且不是还有我吗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当曹帮老大。再说，师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他尸骨未寒，我就……我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呀，烂泥扶不上墙。我问你，你到底干不干？我不干。好。那我就提携别人，到时候你要支持我，我可不想让曹帮落在别人手上。你还犹豫什么？你要是干了，我马上放人。再等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这才叫对不起徐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可不有个条件？你还敢跟我提条件？不是，你把那个东西还给我，我可不想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反正我师父已经死了，那东西你我拿着都没用了。没用你还要它干啥？对，我要，我一定要。他会提醒我这一辈子走路一步都错不得。哼，没想到你还挺幼稚。行，我答应还给你。哎，客户啊，徐德庸的事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我自责什么呀？公师已经被我杀了，我已经替他爸报仇了。你也好好休息吧。哎，他呢？走了？你们就让他一个人走啊？哎，徐府来接他的人等了半天了，军统扣下了徐根生，他得回去主持大局呀。他能干什么呀？主任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别去。我想着不是快回根据地了吗？我想买点东西带回去，跟您请个假。啊，这样吧，徐府那边我让陈干事去，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帮帮手。谢主任。快来快来，来，大家吃饭了。我不在这吃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客户，客户。小东，让他去吧。这孩子，你说。他是怕咱们责备。
也不好意思面对这事。他是一帆风顺的习惯了，这次徐德庸出意外。是啊，怕他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嗯，他心里难受，出去走走也好。我们吃饭吧。好，来吧。大小姐回来了，根生哥还在军统，师傅也在。有人去接他们吗？已经去了。师傅，立刻布置灵堂，让师傅安心。是，哎，来，小姐呢？小姐在书房。嗯，来，把师傅抬进去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师傅，师傅。根生哥。师妹，别太难过了，先安置师父要紧。根生哥，我现在心乱如麻的，以后什么事都要靠你了。是啊，我不会不管的。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来，师父对我恩重如山。我把师父已经带回来了。我要去看看我爸爸。师妹，先别看了。我请了殡仪馆的仵作，让他们给师傅洗干净了以后再……不用，那是我爸爸，我要去看看。哎呀，眼下当务之急，给师傅找一副好的寿材。过两天啊，曹帮弟子们就要来给师傅送行了。哎，咱们也不能太不像样子啊。好寿材，对，我知道哪有好寿材，我去。去，保护好小姐。是。我跟你拼了！你疯了，徐根生！你还没有糟蹋过徐家呀，你！我不跟你说，暖暖呢？你还好意思找小姐？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！我要是你啊，都不好意思登徐家大门。我把公十一杀了。哼，可你杀晚了。我开始带师傅撤退玉符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为什么不跟车保护？你呀，哪凉快哪待会儿去吧，要不你就回延安，要不你就回根据地，别跟北平这丢人现眼了。
客户啊，怎么，你要走了？还有别的任务吗？还是先把眼睛彻底养好了吧。主任，你就让我回根据地吧，在那儿我心里踏实，我知道自己是干嘛，我是谁。在北平啊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客户啊，你这种说法我不赞同。你来北平后的工作也是可圈可点的吧，还是不错的。宫十一不就是被你击毙的吗？可徐德庸死了，警卫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，不是抓捕。你越靠杀了宫十一啊，我越觉得我失职。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对待吗？你的眼睛没有完全恢复，回到徐德庸身边也帮不上什么忙吧。我自己的事儿我心里清楚，我之所以没跟在徐德庸身边，是因为我当时起了好胜心，想和那林家山比一比，看谁能先抓住宫十一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。要求？什么要求？你不是要回根据地吗？啊，那个，那不是要求，那是请求。师妹，你还好吧？厨房说你不肯吃饭。根生哥，我吃不下。吃不下也得吃，各分舵派来奔丧的人就要到了，你一天可能要接待几十个人，不吃饭怎么能坚持下去？我跟我爸爸一起走了算了。哎呀，胡说，师父会喜欢这样没出息的女儿吗？帮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公务都需要师父的盖章处置，师父走了，这些事儿咱们还得要做呀。怎么做？那咱们就一起商量着办。根生哥，你拿主意就行。哎，主意我可以帮你拿，但是这个章还得你来盖，这样别人就不会挑理了。各地分舵的人都不是那么好说话的，以前全是师傅镇着，师傅这么一走啊，少不了他们要闹他。师妹，你要有思想准备啊，说不定他们要谋掉师傅一手打造的势力。那怎么办？哎，没关系，一切有我呢，我呀不会让他们染指的。这都是什么呀？啊，各个分舵有什么事情需要主子拿主意的，就用飞鸽传递。咱们要是没有意见，就盖上师傅的印章。好，我爸的印章在哪儿啊？师傅跟我说过一次，说这个印章关系重大，曹帮上下只认他印信行事，所以不会锁起来的，就怕误事儿啊。根生哥，遗嘱。本人徐德庸，恭为曹帮当代帮主，18年来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率领帮众外抗日酋，内惩汉奸，无愧天地父母良心子孙。现因得罪权贵小人，为其追杀不休。徐某胸中一口正气长存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特立遗嘱如下。特立遗嘱如下：若身遭意外，则由我的贴身警卫彭克虎
暂代帮主之位。哎，何虎是谁啊？哎，各位静下，静下。全帮上下，均听其号令，受其节制，待一年后召开曹帮大会，推选贤能之士接任帮主。遗嘱上有师傅的画押和印章，大家都熟悉吧？来来来来，验证一下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真有这事？哎，我看这里有鬼，这师傅怎么会提前写下遗嘱呢？还让一个外人当代理帮主啊？就是，这怎么？师傅怎么会料到自己会遇到倒霉事儿？太不合理了。再者说，就是选代理帮主，那也是徐根生接任呐。就是，他毕竟是我们的小老大。就对呀，咱帮里的规矩，儿女不能给自己爸爸递拜师帖的。就这么一个遗嘱，就把帮里传下来的规矩给破坏了。就是，程程好歹也是师傅女儿啊。对呀，真像彭克虎的，他算哪根葱啊？对呀，就是哪根葱啊？这是吧？哎，各位，各位，不行，这事儿，这事儿。刘秘书吗？你马上去一趟总统府，把那份建议改组军统的报告撤回来。对，就是那份。我想现在还没有提交到委座的手里。徐德庸死了，我们得另想方案。就这样吧。师傅，嗯，您那份遗嘱可把大伙吓坏了。嗯，您呢？还是早点回去主持大局吧。哦，你那伤不要紧吧？啊，多亏您给我穿了防弹背心儿，我啊只是受了点惊吓。嗯，只可惜您的那个替身，他……是啊，他替我顶了命，可别亏待人家。家里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哎，这您就放心吧。啊，师傅，您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曹帮可是群龙无首啊！你说彭克虎能当曹帮的老大吗？师傅，您真的还想让他当？师傅，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啊，就算是开个玩笑吧。第一呢，我看彭克虎这个人人品不错，谁让暖暖喜欢上他呢？虽然不门当户对，可也不能委屈了他吧？喂，可是第二，我不能让曹帮大权旁落。现在山东、江苏的一些分舵人多势众，老是惦记着我这个位置。他们现在啊，正在上窜下跳的折腾呢，让他们跟彭克虎使劲去吧。那彭克虎是八路啊，他怎么会代理这个位置呢？就是因为他不会，我才放心的安排，让他们去打去吧，打得差不多了，我再回去，他们也就没劲儿折腾了。啊，师傅，嗯，您真是妙计呀。不过那龚十一已经死了，您还用？他只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支枪，握枪的手才是最可怕的。我要避其锋芒。看看谁是握枪的人。哎，暖暖怎么样？啊，小姐没有大哭大闹。我的女儿嘛。是啊，虎父无犬女啊。根生啊，你带封信给暖暖吧，也该让她知道真相了。哎，是。暖暖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是你最难过的时候。其实爸爸没有死，你明天务必到钱粮胡同来一趟，你记得爸爸给徐胖子买的那套宅子吗？切记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这关系着爸爸的性命。
暖暖。爸爸。爸爸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儿，爸爸没有死。啊，替我死的是那个替身。替身？是啊。怎么，爸爸没事儿，你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。可是，啊，暖暖，我知道我的闺女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爸爸，爸爸今天全都告诉你，因为你已经长大了。客户啊，哎，别忙着收拾东西了，你要求回根据地的请示，上面没批准。没批准？是啊，让你就地担任孟公馆的警卫班长。还班长？哦，这个班只有你一个人，等以后人手富裕了再给你调配下来。为什么呀？委以重任的，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。好好干啊。哎，我行李可都收拾好了。收拾好了再拆开吧。我还给你们买礼物了。买礼物那就收下吧。这烟丝是送给我的吧？啊，不过你让我走我才给你。好你个客户，跟着军统都学会行贿了。你收起来吧，我不要，我也不放你走。哎，主任，我有个条件。免单。啊，不，我向组织上提个请求。说。我不去巡公馆，我没脸去。请求不批准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打消这种虚荣心的念头，你永远撤不了财。为什么？你非得是第一，你非得是天下无敌的神枪手啊！现在人家徐德庸死了，你就脸上没面子？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，人家丢的是性命，徐暖暖丢的是爸爸，这些和你的面子相比，哪个更重要？你给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，想不清楚，我留下你，也是个废物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别人啊？难道你还有危险吗？那个日本人已经被客户给杀了，你连客户都信不过吗？啊，我不是不信他，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说是安全，所以还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是谁要杀您啊？呼吁和平建国的又不止您一个，为什么他们都没事儿呢？是戴笠要杀我，他并不是因为我呼吁和平建国才要杀我，那只是他杀我的借口。戴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啊，但是他的爪牙，我对他们还有威胁，所以他们还要杀我。那怎么办啊？这里我马上就不住了，以后也不要来找我。家里的事情由你做主，曹邦的事让根生哥来应付他们，我很快就会回家的。那柯虎呢？让他再拖延住那些分舵主们，这样才能保住曹邦的位置。他连这点困难都受不了，怎么做我的女婿啊？他得经受住考验嘛。主任，啊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？徐德庸留下了一份遗嘱，让彭克虎当曹邦的帮主。徐德庸让彭克虎当曹邦帮主？哎，这不可能！哎，消息可靠吗？消息绝对可靠，现在的徐府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没有一个人赞同让客户当帮主的，我也不能答应啊！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？哎，那徐小姐呢？哎呀，
现在徐小姐是甩手掌柜的，什么都不管不问了。哦，徐根生就非要按照遗嘱来办。这很奇怪啊。按理说应该是徐德庸的大徒弟或是关门弟子小老大接替才对啊。这些我就不明白了。不过我觉得不能让彭克虎同志卷到这个麻烦里面去才行。这样吧，你马上写封介绍信，把彭克虎的关系转到根据地去，写好了马上给我送过来。是。您怎么还没休息啊？根生哥，我是想问问我爸那份遗嘱的事儿。啊，师妹是问彭克虎接替帮主的事吧？是啊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？那你为什么跟分舵的那些人说你同意执行爸爸的那份遗嘱呢？师父的遗嘱当然要。要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是要把客户推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。没错，不是尴尬，还危险呢，还相当危险的位置上。危险？这个我想到了，可是到底有多危险呢？我跟你说了吧，各地分舵的舵主们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，他们能服师傅，可别人，他们谁都不会服的。彭克虎现在是不知道这事儿，如果他知道了，或者说他要染指这个位置，这些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会怎么做？嘿，杀人、灭口、焚尸、灭迹，这些事儿对于江湖人来说不算是事儿。那客户不是很危险吗？当然了。嘿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师父的遗嘱他们都听到了，除非彭克虎离开北平，否则的话只怕连暗杀、绑票、打闷棍的事儿都会发生。主任啊，我想通了，您批评的对，我不能逃避，不能当缩头乌龟。我批准了，你连夜就走。介绍信马上就开好。好，回到根据地要好好工作，服从组织分配，别再耍游击习气了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工作需要，服从就是了。不是，你刚才还……哎，思想转变就是一瞬间的事，你刚才不是还想不通吗？好了，快收拾东西，陈干事送你到火车站，明天一早还有一趟火车。我还没跟大伙告别呢。别儿女情长了。那我买这些礼物怎么办？我帮你转。我两天之后再走。不行。主任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不说我不会走啊。我说了你必须走。那不行，那我得看看情况。你，主任，介绍信。问题是他这份遗嘱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很简单，他就是把帮主的位置留在徐家，他女儿是当不了了，所以必须他女婿当。那客户答应了？哎，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将来整个曹帮就是徐暖暖的嫁妆。可他是个八路啊，所以这事就复杂了。如果曹帮这股力量归了八路，那事儿就大了。老东，你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徐德庸为什么会有这份遗嘱，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亡。这么多人要追杀他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那他怎么会知道彭克虎能活下来呢？按常规讲，彭克虎是他的贴身警卫，遗嘱传位给他，这符合逻辑吗？暖暖，我送你吧。那好吧。何去何从？我相信你会选择好。
晚了一步啊。客户这下麻烦少不了。哎，他不是去火车站了吗？他连车票钱都没有。大茶壶的人，大茶壶的人也得。谢谢你送我，比人力车快多了。其实组织也是临时安排的，沟通忙，还是想跟你告个别。哎，这我爸爸留下份遗嘱，让你当曹帮的老大，你知道了吧？你肯定知道了，不然你也不会不管的。你爸爸他……我也不知道，他都死了还要害人。没那么严重吧？那些分舵主都想抢这个位置，你一个外人是不可能的。我也没这意思。暖暖，你爸爸的事儿不用再提了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既然有人要杀他，逃得了今天也逃不了明天。你好像有点变了，是吗？变成了没有爸爸的孩子。其实我也是没爸爸的孩子。爸爸出事了，我再也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丫头了，就不会整天惦记着我爱你啊，你爱我的。你恨我吧？恨过，不过现在不恨了。没有了爸爸，我就要用爸爸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，就发现其实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可能是我以前太幼稚了，想得太简单了，所以很难说谁对谁不对。你现在说话我好像不懂了。刚刚有个分舵主和我聊天，他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说得真好。我就是穷人的孩子。所以你一直都自由自在的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喜欢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劲儿，不撞南墙不死心，就算撞了南墙，也要把南墙撞出个坑来。你这是夸我呢？客户，你别忘了我。打仗的时候也别忘了我。开枪、吃饭、睡觉，都别忘了我。我不走了，他们没给我票钱。我不用钱啊，要了我也还不了你了。我就不进去送你了，车该开了。你以后打仗自己小心点。你放心，子弹打不着我，子弹不打勇敢的，老兵都这么说。我走了。
相遇从此永远的不再分离，和你永远的在一起。如果想我很远看到你灿烂的脸，被阳光照耀，牵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飞，飞过山岗丛林白云，越飞越高，要让你看到快乐在奔跑，幸福在回响，敞开胸怀吧，用你的双手把我紧紧拥入你怀抱，穿过夜的黑道黎明，不在乎风雨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就会看到奇迹，升起，我们会再相遇，从此永远的不